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洪树荫新闻，我是许端印，带你关心淡水及北韩的重要消息。今年第十五号台风青苔康瑞持续的向台湾接近，气象局在今天下午两点半也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而新北市也同步开设了一级防灾中心，并且在下午五点召开了29区的视讯连线会议。而根据新北市防灾中心指出，台风将从明天的上午影响新北市，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则是会出现强阵雨，而其中双溪与共寮有可能造成淹水的灾情，请民众多加戒备。由于青苔康瑞持续向台湾接近，气象局在下午针对台中以北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而新北市同步一级开设防灾中心，并在下午五点召开29区的防灾视讯会议。而由新北市的天气风险公司和台大气象团队就表示，康瑞台风预计将从明天清晨开始影响新北市，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双溪和共寮区。而下午两点之后，新北市各地有可能出现强降雨，请民众千万注意。目前的估计大致上是在14时到17时，大概有3到4个小时的这个稍强的强阵雨呢，会影响整个新北市。而这边的雨量大致上是有150左右的这个雨势。那目前来看是18时之后，明天下午之后呢，整个雨势呢就会缓和不少。根据刚才的预估啊，特别要求一下，包括我们共寮地区，包括我们瑞芳地区，包括我们平溪、双溪地区，还有北海岸的这几个细子，我们万里、金山、石门等等这些区域，特别要注意啊，这个沿海地区的雨量或者是风力，因为这个台风的范围是比较接近我们的东北角。而台大的防灾团队也特别提到，在未来24小时内，石门水库泄洪的几率相当高。再加上明天的大潮时间落在下午4点半，正是雨势最大的时候。虽然潮差只有1.5米，但淡水区长也特别呼吁河口低洼地区的居民要格外小心，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虽然这个满潮，但是也不是说非常大的大潮，大概在差不多1.5米左右。那不过这个因为这个满潮再加上强降雨在大雨，那我们还是要呼吁呢，这个河口或是说呢，我们这个竹围民权一街，那这几个地方呢，还是要预防呢这个海水倒灌。而根据新北市防灾中心的数据表示，这次康瑞台风淡水区预估总雨量最大值落在180毫米，而北海岸地区则是220毫米。而明天下午2点到6点之间的瞬间雨量约落在25到40毫米，虽然不是特别强，但请民众还是要保持警戒。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为了抗议总统马英九在美牛、福茂、核四等议题上做出违背民意的决策，宪法133实践联盟在日前发起了罢免只听马意罔顾民意的立委活动。第一波活动就点名了立法委员吴玉生。而为了响应这个活动，台联党团今天也在淡水捷运站旁的三角公园举办了联署活动。高喊口号，民众齐聚在捷运站前的三角公园，喊着要罢免淡水三支石门区的立委吴玉生。为了响应宪法133联盟罢免马系立委的活动，台联党团今天上午号召群众要来签下罢免的联署书。台联党主席黄坤辉更是亲自出席，并表示马英九施政无能无感，最主要就是因为停马立委在立院助纣为虐，因此这次要利用联署活动让政府听见人民的心声。这款铁杆部队马英九再当安尼强压，所以咱来就这铁杆部队个入来，所以这届这叫做罢免侮辱新者，不但是台湾民主的落实，而且是咱台湾人民自救的行动。好，我充满着信心的，吼，足大信心，啊，这是全国第一件对不对？咱开心讲好吗？咱把吴医生罢免掉的时阵，不但咱会当予何处停止，佫会当予咱的政治改善，对不对？对。罢免吴医生是佮伊的书店是无关的，佮伊是毋是去违格，迄是拢无关的。上重要就是讲，吴医生当选了后，一直站在党意佮民意之下，完全无重视着咱的民意。啊，我希望讲在座非常顶时代。咱来主张咱来去人民的力量，第一点，咱一定要尊重咱的民意，唔当吼咱的这个权力睡着，要直接呼吁咱在座时代，支持
咱有替咱人民出声的一挂立委，啊，若无替咱出声的立委吼，咱来领受咱的罢免权。宪法一三三联盟也表示，选举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这次罢免马英立委，第一个点名的就是身为国民党副书记长，在过去美牛、核四、福茂、邮电双涨等重大民生案件，贯彻马英九政策的立委吴育生，认为他只听马意不听民意，而这样的立场也获得了现场很多民众的支持。民意他不支持的，核四都不支持的，对支持马意都不支持我人民的意思。那我们人民现在少子化了嘛？那他还要建核四，那是不是要台湾要灭亡？他这个一开放的话，很多都台湾年轻的一辈什么都完蛋了。所以要罢免他，所以我们罢免他。首先要罢免他啊，这个马英九的马系的立委就岌岌可危了，因为他是在。马系的立委啊，是，他的声誉是很大。根据2012年新北市第一选区立委有选举权之人数计算，提出罢免第一阶段联署人数必须达到5800人，第二阶段的门槛则是必须达到37700人，必须要跨过门槛后才能进行罢免的投票。而在目前国内尚无成功的例子，是否有可能成案还有待观察。记者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说到了立委吴育生，在今年的三支区立委的争取之下，得到了台电公司4年3000万的基层补助经费。但里长表示，这笔经费原本是要分散到各里去做基础建设，现在却遭到台电的否决，这也让原本已经设计好的工程全都停止。而台电的立场则是不希望分散施作，但是没有事前的沟通，也让里长是相当的不满。对此，区公所也表示，未来将会加强双方的沟通协调，让事情能够圆满落幕。由于台电核一厂与核二厂坐落在北海岸，其中万里、金山与石门都有台电所补助的城乡风貌改造经费，而三支区在立委吴育生的争取之下，今年也得到台电公司4年3000万、每年750万元的基层补助经费。不过，立章表示，这些补助经费原本是要用于三支区总共13个里，每个里平均可以有超过50万元的费用，来帮助各里的基础建设。而在里长提出改善的计划之后，区公所在27号的里长联系汇报中，却说台电。电的电协会委员反对平均各里的补助，这也让当地的里长是相当的不满。啊，阮大家里长拢已经带里民去看，啊，即马向乡长，阮区长讲，我做即马袂用的啦，讲因要规条，算讲即个3000万哦，要规条来做一个物件啦，哦，啊，毕竟安尼，互阮这里长已经带人去看，啊，共答应讲啊，阮要甲恁做到位吼，啊，这应该是一定无问题，哦，啊，因为大省拢讲到这拢一定无问题。啊！结果即马合，互阮这里长煞要安怎对这里民？哦，比如阮刚答应的要做水沟啊，啊是讲要铺点啊加路，哦啊变成拢无法度做的时阵，互阮对里民真歹交代啦。李章表示，由于在这项补助经费确定之后，原本以为有钱可以帮助地方开路、加设水沟等建设，而且还请里民提出需要改善的地方，现在台电却又说要将这笔750万元的费用集中使用。间接的让地方的里长失信于民，而当初争取这项经费的立委服务处也出面协助沟通。上午还跟那个电协会的王慈密通过电话，表示这一笔钱是完全没有问题，只是说在使用项目的话，必须配合他们电协会。所以说这一点，区公所这边也是正在跟，电协会这边在联系。目前，各里的基层建设这个部分呢，那经过他们委员会审查，委员他们认为，不适宜。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持续来跟，电协会这边来做沟通。那如果真的是没办法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配合电协会的目标，我们来做一个调整。那这个部分也会希望，各里各位里长啊，地方大家一起来配合。区公所表示，这笔经费是由台电公司补助，一次是因为沟通问题，因而造成误会。据了解，电协会的审议委员目前是要将这笔每年750万元的经费做一项单一的建设，而不是平均分到各里。但里长对于事前没有先讲感到不满，区长则说未来还会加强两边的沟通协调，让这笔补助经费达到最大的效益。记者廖品涵、许端义三支采访报道。
小小的一个阶梯有可能是很大的障碍。过去身障人士到石门区公所洽公都只能借由区公所内的阶梯上下楼，非常的不方便。而为了便利身障人士还有行动不便的长者，日前区公所也加装了无障碍升降平台，将公所打造成为全程无障碍的友善洽公环境。最近到石门公所一定可以看到楼梯旁装设了一个新的无障碍升降平台，过去身障人士到公所开会或洽公只能靠爬楼梯上楼。有鉴于这样的不方便，公所为了提升洽公环境动线品质，并重视对弱势族群的关怀与权益，希望借由装设无障碍设施，加上原本的爱心服务铃、无障碍坡道、及停车位，打造全程无障碍的友善洽公环境。我们石门区公所是我们石门区民众的一个活动的中心哈，那民众常常来这边开会哦，那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提供一个电梯，让民众能够顺利的到二楼、三楼来。那是因为相关法令的规定哈，一直没有办法能够达到这目标，所以我们就改变方法哈，我们就做一个无障碍的这个电扶梯哦，让这个行动不方便的民众或者是老人家哈。来借由这个电扶梯能够很轻松的上到二楼或三楼来做开会。区长表示，原本是希望能够加装电梯，但在评估之后，公所的建筑物老旧，结构并不适合改变，才敢以加装无障碍平台来代替。而公所人员也会在民众使用时全程的陪伴，让安全更加有保障。这是从这边有一个平台展开，然后他手要一直压着，然后这个时候是要从这边操作，然后我们就是沿陪同他，将近60多万哈、哦，就完成这个电梯了哈、哦。那希望说有以最小的经费让民众有一个最好的服务，让我们石门区公所的相关的环境哈、哦、是一个更亲民的环境，让我们这边的民众呢能够很容易的、很乐意的来参加我们的集会活动。小小的一个阶梯对身障人士而言就可能是很大的障碍，无形中也拉远了公所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而区长也表示，无障碍平台的装设所使用的预算比加装电梯来的少，还可以达到洽公无障碍的目的，对居民而言实在是一项经济又便民的设施。记者许端义、廖品涵石门采访报道。位在金山区与台二线所交汇的北23线道可以通往著名美术馆、法鼓山以及各个知名景点，因此车流量也相当的多。况且从入口的这个路段，路幅有将近15米宽，就有民众向议员服务处反映，时常在经过这个路段都会有车辆误闯到对向的车道去，好几次都差一点造成重大的交通意外。而在今天的会刊中，地方也希望政府能够在地上画上了双黄线，以避免意外的发生。位在金山区与台二线所交汇的北23线道，眼前的道路相当的宽广，不过地上却不见任何的路权标线以及相关的路标，就有民众向议员服务处反映，时常在这里经过这个路段时，都会有车辆误闯到对向车道去，好几次都差一点造成重大的交通意外。而今天议员服务处也邀请到了市府交通局以及警分局来到现场会勘，又来实地了解并且解决问题。这条路吼是淡金公路往金山北23乡道路，啊，因为这吼出入足多，华古山呐、啊，啊，金宝山，啊，加这天龙宫，在这边进进出出，没有路无一个吼，黄线啊，无四白线哦，这大家很容易发生车祸。啊，审议员那边吼有交代说，这个地方哦，确实审议员发了，伊讲这所在哦，上好吼画一个线。啊，厘清那个路权。议员服务处表示，由于这条北23线道可以通往著名美术馆、法鼓山以及各个知名的景点，因此车流量也相当的多。况且这个路段路幅也有将近15米宽，到了插入的地方，马上就缩减成4米宽的道路，落差如此之大，也让许多驾驶人时常会开错方向。那有地方就是民意反映哈，那个车辆在一个地方入口的地方、出入口的地方可能容易发生擦撞，那责任比较不好厘清。哦，那我们今天来会勘的主要目的就是说，要把那个路面中央的这个双黄线哈，给它给画起来哈，然后在路口的地方哈，加设一些白色的一些导引的那个标线哈，让它
那个就是行车分项的部分，那个分得更明确一点，那责任也可以比较厘清。议员服务处希望能够在地上清楚地分隔出双向的位置，若是发生交通事故也比较好厘清路权。而警分局表示，在今天的会刊之后，未来将会由市府交通局将道路中央的部分画上双黄线，好区隔出车辆的行驶方向。记者廖品涵、许端义、金山采访报道。淡水地区的淡海活动中心位于45楼的演艺厅，可以容纳400多名的观众，也是目前淡水最大的标准舞台。而为了要向区内的学校推广这个场地，今天下午淡水区公所也在这边召开了区务会议，希望未来淡水地区的各级学校机关都能够善加利用。偌大的演艺厅里只有前排坐了一些人，正在进行的其实是每个月一次的淡水区区务会议。为了向淡水区的各级学校机关推广淡海活动中心的演艺厅，这个月的区务会议特地拉到这里来举办。区长表示，淡海活动中心的演艺厅设备完善，能够容纳400多人，很适合学校的成果展或活动来使用，因此希望向各级学校机关来推广，进而能够提高演艺厅的使用率。我们呢这一次特别把我们的这个区域会议呢就移到我们的这个淡海活动中心哈，那主要我们是希望说跟我们的所有在淡水的各个机关学校哈那单位的这个首长呢介绍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活动中心，那尤其是我们4楼5楼呢将近有400个位置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厅。淡海活动中心在今年5月底正式启用，而其中位于4、5楼的演艺厅总共有400多个座位，加上整套的灯光音响系统，挑高的舞台是个标准的剧场，足以应付剧团甚至是舞团的演出。但由于目前是由公所进行管理，在经费短缺的状况之下，今年还没有安排专业的剧团来进行驻场演出，因此区长也希望在这一段时间内学校机关能够多多利用这个专业的场地。那各单位他如果有任何有关涉及到民众啊，这种比较大型的大概需要容纳到400个人的会议的时候呢，我们都欢迎呢大家到这边来使用。那尤其是我们都是公务机关嘛，那费用呢这个场地使用几乎都是可以，因为是公务机关所以都可以免费在这边借用。而除此之外，9月起各个学校也即将开学，面对开学后的交通问题，在上个月中各个学校也提出各项建议，公所今天也一一回应。而局长也希望透过区务会议的平台，各个机关能够做到资源共享，共同为了淡水来努力。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新北市政府农业局近日推出瑞芳深澳夜钓一日游的行程，只要1880元就可以有专人导览景点，体验出海夜钓以及品尝海鲜大餐等等，不但物超所值，又可以带动渔港观光。今年市府农业局所推出的深澳夜钓一日游行程内容相当丰富，一个人只要1880元就有专车接送到目的地，导游景点导览、出海夜钓以及海鲜大餐，行程相当丰富，希望可以带动渔港的观光产业。那深澳这个港也是我们新北市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哦，它的那个小卷套丢的产量是占全国的60%以上。那如果游客民众来这边的话，第一个，当然这附近也有很多漂亮的景点，譬如说以前早期的这个海底坑道，还有他们的碧云寺。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秘密的景点也就是我们的那个象鼻岩。如果有多一点的时间的话，还可以参加他们的落日夜钓。那这个是等于说深澳这边呢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钓鱼的方式，那我们很希望民众呢能够来到我们的深澳渔港来参加这样的行程。通常我们大概五点半左右就会出港，然后就会先带大家先去看一下我们深澳港深澳夹上面的有一个大象岩啊，还有一个印第安酋长头这样子。那钓鱼的部分，钓鱼就在基隆屿近海这边钓了。今天来体验的一行人在穿上救生衣后，陆续登上渔船准备出海钓鱼，途中会经过象鼻岩、酋长岩等几点，而到了目的地后，大家就开始准备钓竿，开始体验夜钓乐趣。才下竿没多久，今天的第一尾白带鱼就上钩了。哇，白带鱼，Hello。 利用比较轻便的钓具，然后简单的钓法，然后不用带很多粗重的装备，我们船上帮你提供钓具，你就两手空空来，
那就可以带鱼回家去了。这样第一次体验这个海钓活动真的很酷，原来是我们还要开这个灯然后去吸引这些鱼。那钓竿还有分很多种，而且它其实并不是像想象中拿起来就那么顺手可以钓的，拿法啊什么的都是很深的学问。第一次看到白带鱼真正的长相，它摸起来是非常光滑，然后在灯光下的反光非常的漂亮，有七彩的颜色，而且它的鳍是透明的，很酷。船长表示，来钓鱼的游客不需要太高深的技巧就可以体验钓鱼乐趣，游客也玩得很尽兴，而回来后大家就到餐厅享用本港丰富的野生海鲜大餐，也让这次的夜钓行程圆满落幕。记者方强、瑞芳长报道。新北市政府推广老人共餐以来，已经有不少的地方热情响应，而位在瑞芳区的爪峰里，当地里长就带领着志工，每天从资源回收的收入提拨经费给共餐活动做支出，而当地乡亲也与志工还带来家里的种植有机蔬菜分享给大家。接近中午时，瑞芳爪峰里老人共餐志工们正准备着菜肴，一盘盘好料都端到了六邻里长家中，准备给中午一起共餐的当地长者们食用。老人家们入座后，午餐开动，大家都夸赞今天的饭菜真的是好吃又丰富。里长现在，你们帮忙真好啦，这个真好吃，你吃到这么欢喜的。有啦，这拢家己有机鸡菜啊，有机菜。安尼哦。对啊，恁这里长嘛，足好吃的。是哦。当地里长表示，爪峰里的共餐经费都是来自资收站，加上青菜都是有机栽种的，这餐吃下来真的是环保又健康。区长林黄元也特地来到现场，和长者们一起吃午餐。并吼，那个他非常的用心，今仔个共餐吼，啊，真济菜型吼，拢伊提供，啊，搁附近吼，咱遮个乡亲吼，大家将伊有菜，厝个有诶吼，种个菜啊，拢提出来，啊，大家共同来分享吼，啊，大家食了真欢喜。我历来有办即个资源回收，啊，我就利用即个资源回收小部分的钱呢，啊，来买一撮物啊。啊，剩的是由阮第六林林长呢，啊，参与这好厝边呢，大家一人一道菜提供呢，啊，共同来吃。区长和老人家们共餐也话家常，同时也呼吁长者们要多多走出家门，并且趁共餐机会和大家分享政府各项福利资讯，也借此更加了解地方上的需求。啊，拄好听咧表达讲吼，对地方遮个啊一寡建设的意见吼，我相信讲安尼也是真多真好吼。和咱公所有一个讲啊，来啊，听因看有啥物意见，啊，咱来做对做参考。啊，遮老大人有啥物困难，哦，咱会用个啊，马上甲里长合作啊，来甲伊解决咧。除了和长者们共餐，区长还带来伴手礼分送给长者们，老人家们有得吃又有得拿，真的是开心极了。午餐时刻就在不断的欢笑声当中快乐的结束了。记者李一凡、瑞芳采访报道。本市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康瑞台风的最新动态。目前康瑞台风呢逐渐的在北上当中，所以现在沿海的风浪呢正在逐渐的增加当中，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就要尽量避免再从事海上活动了，目前风浪都是越来越大了，前往海边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另外呢，在雨量的部分哦，其实在现在今天来说呢，新北市的雨量都还不太明显，但是呢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明天也就是礼拜四呢，雨势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了，而到了礼拜五礼拜六更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台风中心位置是在台湾的东南方，大约是200公里的海面上面，预估未来呢会持续朝北再转往东北的方向前进。从昨天到今天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台风的中心呢在未来预报部分又稍微往我们台湾的陆地再靠近一点点了，这代表呢这个太平洋高压其实减弱的速度是比较慢一些些的，所以提醒大家呢这个台风未来路径上面还有变数，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密切在观察当中。所以可以看到呢，今天到明天其实会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啊，而最接近我们新北市的时间点就落在明天的上午到明天的中午左右，会是它最接近我们新北市的时间点。如果呢这个台风再增强一点点，不排除它的暴风圈其实是有机会会在明天中午左右接触到台湾
这个新北市东北角的区域，所以提醒大家呢，这个路径上面还需要持续的在观察，大家一定要随时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了。另外呢，这个路径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呢？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台湾附近的天气系统是比较复杂一点点的。现在呢，在台湾东边有个太平洋高压，而现在呢，在中部北方也有一波锋面系统正在发展当中，所以其实呢，这波锋面系统是有机会会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六、礼拜天南下，影响到台湾，不排除有机会成为今年入秋以来第一波影响台湾的锋面云系啊，所以其实呢，未来这个台风会怎么走，就要看东边的太平洋高压增强或减弱的速度，以及北边的锋面云系呢，它会是怎么走动，会怎么牵引它了。所以未来呢，这个路径上面都还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雷达回波图，目前台风的中心大概是在这边，可以看到台风的北缘呢，其实水汽是非常的少的。这个台风呢，有个特性就是它北边水汽少，南边水汽非常的充足，所以目前来说呢，它的外围云系虽然在今天开始就会影响新北市区域，但是呢，水汽量是不多的。接下来就要等它北上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西北以及西南的水汽。这个西半部地区呢，在明天开始才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新北市在今天来说，就只有东北角区域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雨量都是不大的，大约都是在大雨等级以下。不过呢，从明天开始啊，这个雨势呢，就会随着它北上之后引进一些西北的水汽，带来呢，我们新北市地区呢，也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大家明天开始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出门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另外呢，就是礼拜五到礼拜六台风走了之后呢，水汽量还是很充足的，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午后阵雨的部分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台风动态，我们下次见。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许端义，祝您事事如意，洪淑玲新闻，我们明天再会。